各位嘉宾，各位来宾，亲爱的萌亲们，大家下午好。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My esteemed guests, my dearest mothers. 我叫安娜，今天非常荣幸与大家在一起相遇，共同庆祝母亲节文艺晚会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借此机会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他就是澳大利亚东方歌舞团团长、全球世界夫人总冠军郑丽丽女士。邀请我们来参加四大城市的母亲节联谊，我是来自堪培拉的张小军，澳大利亚世界夫人民选冠军。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，也谢谢你们的参与，感谢。谢谢主办机构，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。Make
妈妈，您的黑发